耗损。我干掉两只，哎呦，一堆怪，一堆怪。哎，走开！这，我在我们家门口，我在我们家门口。他们哭工好像在他们家，所以他们比较惨。你们推过去他们家。我不知道，没看到哭工，有几只在泡水。哭工白天会不会被燃烧？我记得不会。僵尸都没有被燃烧了。对，僵尸不会燃烧。哇，这个要训练骑在马上，攻击距离到底多远？要稍微练过。都听到沉尸的声音了。对，好像是有僵尸。有。哎，走开，走开！我再投一波、哦。在死前，哎呦，干掉！效率是铁稿哦。那叫修，都没有打到。掉下去啦，都啊！干嘛？怎么掉下去了？问啊！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呦，打到，你有没有打到盾牌哦？有，这边有打到盾牌。耐久三盾牌没什么用。哇，六颗绿宝石。哦，你喷烂东西！上脚，哎、啊，我的铁斧快打到没了。换一下，换一下。有人说，如果是歼灭一的哭工的话，应该会有那个啊，钻石。蹲下可以飞，蹲下可以飞，蹲下会飞，蹲下会飞。哦，飞太高了吧？那我再飞，那我再飞。我们输，我们输。他会缓降，会缓降。这超好玩的哦！妈，我在飞！哇，妈，我在飞！我要去挖矿喽！上面的风光真是好，太高了！等一下可以飞，直接就可以进他们家啦！对啊，对。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要到他们家二楼，我看到他们家二楼，好像没有人。为什么？二零也是在他们家热气球上，团团在我屁股后面。啊、不是，我没有铁镐，我没有铁镐，八七。我来偷他们家牛排，我偷他们铁绿宝石，二十多个绿宝石被我偷走了。我来了。好，交给你挖，快挖，快挖！我帮你堵，我帮你想办法挡一下，我帮你挡他们。好像没东西挡了，我先走，我飞走了。哦，飞走！没事没事没事，继续挖，你多挖几下，快跑！没事，我只是说我飞走而已，你继续挖，你继续挖。快！挖，多挖几下，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有问题要飞走。要没了，快跑！没事，是飘得快没了。救了。快跳起来！快跳起来！我还在他们家楼上。我还在他们家楼上。25个绿宝石啊！25个绿宝石。你可以吗？要不要帮你？可以。我们家。家里防守，家里有没有人？我在家。我在桥上。快点回去！喂！哇！我们要打下来了！不行！没事，他只能再挖一下了，估计。啊！他没挖了。哎！挖打人！开挖！挖起来！开挖！走开，团团！啊！来！洋洋不要！还在撑，还在撑！不要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做铁脚条，不要再做钻黄金脚了。再挖！继续挖！爬起来！四弟！他们剩四弟，他剩四弟。哦，有一下！一下！哇，再来了！哈哈！挖到了，前后左右，四面八方，通通在挖。没罪。这个骑兵很闹。看到酱油还在繁殖马、欸。来，上去吧。
你为什么下面？因为我刚刚在结束之前，我在那个热气球上面，是不是有人还在生小马啊？那你养马啦，我的马在，我们在培育耶，我们在培育他们。你知道我们要准备为我们的发财赛马场之路迈进。对啊，赛马场耶，你怎么赛道？你们一直来打扰我们盖赛马场，想进来不走赛道。那个赛道看不懂啊，太不懂。最后五秒都没用，我本来是要盖赛道的啊，后来想想算了。你怎么不盖？我们出征都还特地选马，就要找那个跳跃力很高的马。就疯狂在盖过你们的赛道。居然不走赛道。我们干得这么辛苦，对啊，那个最后的飞天，我都直接飞到人家二楼下去。对啊，大家都各种入侵，哦、然后酱油一直在那说：“再给我五秒，我要生小马。”然后就没了。小马没生出来。我看到爱心啊！你们家有小马，我看到了，有啊，好可爱、欸，超可爱的、啊。超多只的呢，我们还圈养。哎、欸，有在生小马？哦，我也要生小马。我以为你要是我也要生小马。不是有些马品种不好，你知道吗？跳也跳不起来，跑也跑不快的。真的有好多肥马哦，真的是。对啊，有运气。超多超肥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在下面？你生小马，你长大还要去驯服它。那很多鞍呢、啊？对，很多鞍。它跟着妈妈走哦。对啊。会啊。对啊，我可以生小马啊。你要去真的生小马？你要不要关台后再生啊？你好乖哦。你可以私下生啊。哎、欸，他跟着他、欸。哎哎，谁？谁？坏了！酱油，酱油怎么动手？就你对公情有独钟。没有。哎，月亮，你果然是公主哎！你看他跟着你。不是啊，小动物都会跟着大动物啊。圆圆妈妈，圆圆妈妈，圆圆妈妈是大小马。对，怎么这样子？怎么你哦，酱油？哎，这只马血太厚了吧？他写多少？他小时候就很多。我起码射了五箭，他还没死哎、欸。都是你啦！没有，应该是酱油射了五箭，死了。哎呀、欸，小可以点不出来哦，点出来。这样排在孩子下面。嗯，哇，二零零阿纪，哇哇哇！一下，一下，最后最关键。飘断，刚刚飘起来了，没办法下来救。真的好好玩哦，那个飘好好玩，真的好好玩哦。阿基说还有四件还没出来。哦，真的假的？还有没有出？还有些四件。对，倒霉鬼。倒霉鬼。哎，我才死一次哎。那一次还是坐在那个酱油的马上面死掉的、欸，哦，凋零死了。因为我那时候在举盾，然后酱油在拼命打我，他突然下马，就整个坐上去，我就死掉了。出信一样。哎打到找到打他。为什么有这个掉落排行跟倒霉鬼排行不同？倒霉鬼是你最衰，就是一次掉最喷的最多。还有一个是平均排行，是平均你总共喷几个？哦，一个是单次你喷最多次，一次性的。那、这边是繁星安、啊，我们那个地狱倒霉鬼哦，地狱倒霉鬼是算的是掉落排行。嗯，对对对，就是单次你第是总计吧？总计呢？总计掉最多，看一下地狱倒霉鬼总死亡总掉落吧？这掉落排行哦，这应该是总掉全部掉总死亡喷物品。对啊，喷了四，小雨喷了四十七。这个啦，这个啦，是算这个啦，算这个。啊，单次掉最多九个。嗯。还是小雨。小雨。小雨的眼泪。狂死雷王。嗯，就狂死啊。啊七。下一场，下一场。L。L。L。啊，已知 bug 就是召集令，现在目前弄不出来。召集令、不要去用。对，召集令都无法。还有那个、那个，如果中间出现鸡啊什么的，还是什么东西，如果你用矿用那个船抓住它再打掉，好像不会触发。
哦，就不能用船就对了。你们刚刚有那个小屁孩吗？有啊有啊有啊，我们把他圈养起来了。那是我强制的，那个是我后来强制把那个。我们还养他哎。对啊，蛮养他。对，我们把他养起来，然后被烧死了。被太阳晒死了。观众。对。赛马场不知道有多少人。因为赛马场一直没盖好，他们最后就被晒死了。对啊，真的还没盖好，我们是不是要被挤了？铁汉赛马场。还有那个、啊、死掉的那个换牛排不能换，哦对，然后杀人的那个加速也没有，那个是没更新到那个，对，就这些，讨厌一定是，麻烦，牛可以进来，好，好，让观众进来，温迪，好。这一场要正常玩吗？正常玩，然后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出事情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喷装，以前是死掉全喷嘛，现在是随机喷几个单格道具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嗯，啊，我没试测过，所以我不确定它会不会有问题嘛。对，那就测吧，当你的白脑死测试场，白脑死验。Yeah，某一次身上喷完之后，嗯，怎么是全光？我是开到生存模式吗？全部喷光光。你看看，我看一下，再看你打开来，等一下。现场急救吗？现场也没有急救了，先试试看有没有会不会喷就是了。死亡道具水底。Yeah. 哎呦，没喷，对，没喷东西。他自己刚刚是自杀吗？对。哦，你真是好孩子！我想说，你真是厉害，你会自杀耶！不是，我以为看到别人死掉，好像没有哎、欸。洋洋想死，嘿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嘿，洋洋已经活到不耐烦了。我别告，耶、yeah ，好像没喷。为了纪念哈记死亡，吃点东西吧。啊？居然吗？他还是给混沌之物，你不要没吃找借口，我就是想吃。赶快去刷一把、嗯。等一下，我把身上填满。你不用填满也会那个。哦，好，那出问题那个没有用了。好，什么？你说你刚刚说的那个吗？对、嗯、啊，应该是没有。他好像我里面打错字，他就那一个档案不见了。哇哦，所以没抓到影响了。对，那个档案抓不到，覆盖到，也是覆盖过去而已。那个。Case drop 啊 ，No，Hello， 有啊，所以我们是绿色嘛，我们绿的吧，啊，红还绿，我们是绿绿的，嗯，绿绿的，的，这场刺激哦。Hey. 玩那个死掉会全部喷光光。刚刚才讲这个、欸，那个嘿，好像刚刚讲这个，哎，有问题，有问题啊。对，嘿，好像实测我刚测一下，好像不行，少打一串东西。哦，所以就还是一样的喷装方法，还是一样的，那就是死掉之后自己手动把东西扔到仙人掌上面。然后你旁边的人就帮忙捡光光。那就各自加、啊。好，这个好像是哦，这个就不是喷出来、啊，这个是消失哦。消失。嗯嗯。OK。有一半的几率会消失哦。哇哦，一半哎，二分之一嘛，可以啦。刺激刺激刺激。那应该是不要选矿工了啦。真的吗？没有矿工的那个矿会保存，矿物不会掉，矿物保留。嗯。矿物。我正打算选下矿工的时候。你选啊，可以就做矿工，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他只是身上的矿不会那个、啊，不会掉地上，可是还是会不见，还是有机会消失。对，除非你把好的矿放在副手上。嗯，绿宝石放副手。你们刚死掉的时候，在有在马上面死掉吗？有啊，有啊。那有正常回到气球里面吗？有啊，有啊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是啊，哎、欸，我有次死掉带着马一起，哎，马跟我一起复活在热热气球上。哇，原来那是马是你的。不用了，
在热气球上面那是应该是你们一开始那一瞬间按下去的那个，有人召唤到，刚好有人召唤到，有人太着急了。我想说，我怎么跟着他一起上来？超好笑的，我们上面就一直有一只马，后面他就死了。他是最和平的马，因为他不会死掉。